近平拍出来啊，怎啊去学迄个叫什么王姓王的，我那选什么市长？诶、欸。市长是台南，你是讲台南市长？嘿，伊昨下甲报讲，这个人，要做地位，要抱中国的迄、那个马屁啊，这个选择做地位那会使，嘿。那好代志啊。对啊，就唔只讲啊，你即马若要选举，这种若抱中国人的尻川的吼，这当作尤其这届最严重的，就是香港这个反中，反中的。迄实在是真的，迄个特首就讲诶，伊要甲习近平拍马屁，所以创这条就是讲，那香港犯罪会使送到中国去，啊，想讲习近平咧足欢喜，叫拉者，迄个江泽民哦，趁这个机会哦暴动，百万人，百万人啊游行，啊，起码应该有人闹咧后边。